2016年8月3日报道，事发台湾，一名女顾客与男店员发生争执，竟爬上便利店柜台脱掉裤子小便。当时现场一名女顾客与男店员似乎在争执，之后女顾客突然爬上收银柜台并脱下长裤，男店员便说想上厕所走啊，我带你去，你不要在这边乱来。而女顾客则站上柜台表示我要尿尿，男店员企图阻止女顾客但没成功，之后拿起手机似乎在通报事件，然后男店员便躲到一旁，该名女顾客随之在柜台上小便起来，女子小便后疑似喝下什么东西然后离开，女子提裤离开店面，而这一全程被监控记录下来。